小品，都几点了还睡懒觉？你看谁来了？哟，小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哇，狐狸听起来就是这个，这是送命题，一定要万不小心，轻度题干，以及此人为长号，就算此生唯一的未来是小裙子，可以判断性别为女性，但根据眼前这位数量不算年龄，可以确定她是光谷谷的姨妈，这是面部识别。37.5%，能百分之31.5%，所以他只能是我姑姑。括号带入其他国际算公式，得出最终结果。李，你是七姑？哎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小品都长这么大了，来，给你红包。好嘞，谢谢七姑。小品，那你还记得他们吗？哎，我糊涂起来，我还是去上个厕所吧。小品，你至少还记得我吧？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过呢。李四。我的相似度有70%以上，一定是我的近亲，他也比我高一个，所以他年龄一定比我大。那么答案就只剩两个，不管是白哥还是腾哥，直接看看就肯定没错。哼，那简直是双份的呀！表叔，小品，你怎么糊涂了啊？他是你表哥的儿子，你的侄子啦！谁？哎，叔叔，你客气一下，还给我拿了红包，谢谢啊。